好，那既然在澳大利亚唱首英文歌，大概是2年前的作品了吧，自己写的，叫做《Want You Back》。B minor. You and I, all this time, I was drowning in a thousand lies. I never lie, the way you cry. If you see you play me like a dance, so I decide to say goodbye. Let the bloody pain flow through my veins. Then you call, I reply. Say something like I'll be alright.下面是什么？下面该走了。好，我们感谢余文文带来的精彩演出，然后同时也感谢我们社团这些可爱的乐手们。同志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部的部长大门。今天呢，我会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歌手部今年的主要活动，然后并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 CMG Star 校园歌手大赛。歌手部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部门，今年是歌手部成立的第三年，但是呢，歌手部虽然年轻，它却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吸引了众多优秀的歌手。哪边走？不管是在社团的演出，还是社团的哪边走？一些比赛中都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。那么今天呢，请首先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歌手部的成员们。好，首先是卢嘉乐同学。卢嘉乐是我们第二届唱响墨尔本歌手大赛的